弟兄姐妹，大家早！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诗篇第七十四篇。神啊，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？你为何像你草场的羊发怒，如烟冒出来呢？求你纪念你古时所得来的惠众，这是你所属作你产业之派的，并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锡安山。求你举步去看那日酒荒凉之地，仇敌在圣所中所行的一切恶事。你的敌人在你的会中哄叫，他们竖了自己的旗为记号，他们好像扬起斧子砍伐林中的树，圣所中一切的雕刻的，他们现在用斧子、锤子打坏了，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，亵渎你名的居所，拆毁到地。他们心里说，我们要进行毁灭。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毁了。我们不见我们的标志，不再有先知，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道这灾祸要到几时呢？神啊，敌人辱骂要到几时呢？仇敌亵渎你的名要到永远吗？你为什么束回你的右手？求你从怀中伸出来，毁灭他们。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，在地上施行拯救。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，将水中的大鱼的头打破。你曾砸碎鳄鱼的头，把它给旷野的这个禽兽为食物。你曾分裂磐石，水变成了虚河，你使长流的江河干了。白昼属你，黑夜也属你，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，地的一切的降节是你所立的，春天和冬天是你所定的。耶和华啊，仇敌辱骂以往名，亵渎了你的名，求你纪念这些事，不要将你斑鸠的生命交给野兽，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。求你顾念所立的业，因为地上黑暗之处都满了强暴的居所，不要叫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，要叫困苦穷乏的人赞美你的名。声啊，求你起来为自己申诉，要纪念以往人怎么样终日辱骂你，不要忘记你敌人的声音。那起来敌你之人的鲜华时常伤身。愿上帝来祝福他的话。弟兄姐妹大家早，我们看到呢，这个是亚萨的诗。那亚萨呢他有心上人，那他对神、对神的殿，他对神的子民都很有心，所以为什么我说他有这个心上人？那他的心里面想到神，想到神的百姓，所以他每次想到神、想到神的百姓的时候，他有很强烈的负担。他看见神的家遭难，他就向神呼求，求神的伸出的援手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把它称为是一个为神的家的祷告。第一呢，他求神纪念，他说：“神啊，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？”所以世人心中呢挂念的是神的殿、神的百姓，所以他就开始为神的百姓祈求。他说：“神啊，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？为何像你草场的羊发怒，如烟冒出来呢？”所以作者觉得神的家遭难是因为神怎么样？神丢弃了他们，向他们发怒，所以他求神不要长久丢弃他们，也不要神继续向他们发烈怒，因为他们是什么？是神的产业，是上帝，他提醒上帝，上帝，他们是你救赎回来的，所以他求神纪念神自己的殿，因为那也是上帝的居所，是神向来居住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当神的家荒凉的时候，谁对神有心，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有心的人就会在神的面前苦苦的代求。
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软弱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做？你会把它当成没一回事吗？还是当你看到弟兄姐妹冷淡退后没来教会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有感觉吗？还是你照样直来你的主的崇拜，发生什么事情你也没有懂？从这里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到，你是对神有信的人吗？如果你是对神有信的人，你就会对这些事情有感觉，你就会想一些方法要怎么样让教会去进步。所以可能你会第一件事情会做的，你就是代祷，你就是代求。所以第二呢，我们看到呢，第三节到十一节，我讲到敌人的欺压，第三到第四节说，求你举步去看那日久荒凉之地，仇敌在圣所中所行的一切恶事，敌人在你会中哄叫，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作者的向神求，因为以色列的敌人，欺压以色列人，敌人在神的殿中行了一切的恶事，所以怎么样？他行的很正确，他说敌人在圣所哄叫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说根本没有把神放在眼里。他们把圣所当成是他们的一个哄叫的地方，破坏神的圣所。而且呢，第五到第六节说向人砍伐树木，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他们甚至焚烧或者是破坏砍伐树木，砍伐树木就要在圣灵嘛，他们在圣殿砍伐树木的意思是他们毁坏神的殿，所以也烧死的殿，让死的会所完全的毁灭。他们欺压神的仆人，不准他们传神的话，以致他们没有神的话，就不知这灾祸何时能够结束。弟兄姐妹，敌人横行，死的殿，死的百姓遭殃，所以作者的心就很沉重，就很有负担，要为神的产业来祷告，求神圣手要来对付敌人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样？今天的情况我们看到教会的情况也何尝不是这样吗？我们的仇敌魔鬼呢，方式攻击神的教会，到处破坏家庭，破坏婚姻，破坏青少年的心灵，这些破坏都是从外面而来的。那人反对教会，逼迫信徒，甚至杀害信徒，使信徒那种惊心惶惶的，就好像没有结束一样。但是有些破坏呢，却是从里面的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是从信徒自己来的。那魔鬼用诡计就是来挑拨离间各信徒，或者是牧者、同工、组长，在他们的中间制造很多的不和，制造纷争，制造分裂。那但是最可惜的是，大家都是很爱神，你也爱主，我也爱主，那这都是围绕主，我们都是同路人。但是很可惜的是，我们看到反而我们彼此的纷争不能够和睦，以致神的教会就因为这样就分裂受损。更可惜的是，好些的纷争其实都不是为了真理，也不是为了一些怎么样讲呢，就是很重要的一些事情，很多时候确实是为了一些小小看法的不同，或者是一些做法不同而对立。弟兄姐妹，那我们不肯平心气和的冷静的坐下来好好的谈，意味就是用意气去用事，坚持己见，所以小的事情可能就造成疙瘩心结，但是严重的话呢，就彼此的斗争，到最后谁损失？到最后可能弟兄姐妹离开之后，最大的受伤的就是我们的上帝，教会也就因此这样而被破坏。那最高兴的是谁？完全最高兴的就是魔鬼，所以我们就中了魔鬼的诡计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但愿我们要像作者一样，他看见敌人就是破坏神的家，我们要起来，我们要一起的站立起来，站立起来为神的家守望，为神的百姓祷告，求神不要丢弃我们，
我们也绝对像主基督的精兵一样，不要让魔鬼的诡计得逞，要把它打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能够打败魔鬼？我们要看到神有大能。哦，怎么说？十二节到十七节啊，我们先看十二节，他说：“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，在地上施行拯救。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，将水中大鱼的头打破。”那作者在述说神的大能，述说神的本事。他知道神曾经行了神迹非凡的事情，神掌管环境，在这种绝望的情况当中给我们开路，而且啊。他还击打那种巨大的鳄鱼啊，就是说很大的这个恶人，所以神也会击打他，神会为民除害，所以就告诉我们说，神是掌管宇宙的，哦，所以我们真的要祷告，让神能够介入这些，那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。所以世人就形容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的列祖，也发生在他们自己的身上，所以他向神求，因为他很相信神是有能力的，是有是大有本事的神，可以解决一切的难处。所以以色列人的神，弟兄姐妹，也就是我们的神，以色列的父也就是我们的父，神曾经怎么样，现在也要怎么样，他能够扭转一切，改变一切，所以我们要求他，那我们要围着教会祷告，教会所面对的一切软弱要扭转过来，能够改变我们现在可能的光景，使我们能够重新的踊跃为神做大事，神要在我们当中做大事。最后呢，我们来看神是纪念受苦的百姓的。十八节说，耶和华仇敌辱骂以往民亵渎你的名，求你纪念这事。作者呢又重新述说神百姓的苦情，求神来纪念。他说什么？十八节说使得百姓受羞辱啊，十九节说他们的性命很困苦啊，二十节说他们在地上遭到强暴啊，二十一节也说他们困苦受到欺压等等等，这些是神的百姓，他们被敌人攻击，所以世人就为他们向神来呼求，求神不要使这些圣洁的百姓，神拣选的百姓，任由好像这些野兽般的敌人来凌辱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很多教会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就好像被魔鬼凌辱一样，好像这个野兽这里要把小羊吃透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世人很紧张，他快快祈求神，快快答应他的祈求，不要让这些人受欺压，所以他要看到他的祷告不要被落空或者是失望而回。所以二十二节他说嘛，神啊，求你起来为自己申诉，要纪念以往人怎么样终日辱骂你，不要纪念你敌人的声音，那起来敌你之人的献华时常伤神。弟兄姐妹，那这些百姓和殿其实都是神的，所以敌人对付神的殿神的名，其实就是什么，就是对付神。我们要看到这事情，当魔鬼撒旦攻击他的神的百姓，攻击教会的时候，其实他在敌对神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求神不要让敌人这样的骄傲得逞。所以现今的教会在这世上，我们越来越受到逼迫，我们的信仰呢越来越被藐视轻看，很多的反对神的声音就一直的起越来越大，有时候借助很多的人的思想啊、理念啊、各方面的论言来攻击，有时候又某些国家就借助法律啊、诸多的条例来控制基督徒的发展、基督教的发展，给他们，所以神的百姓带来威胁，神的百姓呢觉得越来越受攻击，在这世代，所以我们要求神起来为自己申诉，当我们自己也要起来为这百姓们来祷告，求神怜悯。
也求神的拯救，也求神来对付他的仇敌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透过这诗篇，你给我们看到，我们的确要常常兴起起来，要做属灵征战，要来粉碎一切撒旦的工作。主啊，这时候我们特别为众弟兄姐妹祷告，如果有软弱的，主啊，我们祷告捆绑这些使他们软弱的黑暗的势力。主啊，那些使人懒惰、使人不追求你、不爱你的背后一切的黑暗的事，我们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捆绑这些。主啊，求你再一次的释放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恢复过来。主啊，让我们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。主啊，你透过这诗篇也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国家、为我们的社区、为我们的城市、为我们的教会，甚至为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来祷告，让我们能够再次的兴起，也帮助我们不要忘记，主啊，这2018年新的一年的里面，我们的主题就是我们要同心的站立起来，主啊，同心的站立起来，我们就要一起的消灭，要进到这个敌人的这个营地当中来粉碎他的工作，我们就要看到，因着这样，主啊，你就释放了百姓从被掳当中释放出来，他们要归回到你的同在里面。主，我们为着很多冷淡退后的弟兄姐妹祷告，求主再次的把他们带回来。主啊，释放他们，释放他们。我们感谢你，也让我们常常纪念教会，纪念我们的家，纪念这个国家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我们如此的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祈求，阿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祝福你。